淳先前因情感风波以及罹患忧郁症爆肥，而成为网友们讨论的焦点。近期他成功瘦身，并逐步回归演艺圈，越来越好的状态引发关注。日前网友发文透露，自己下班搭地铁时，发现附近有个戴着口罩、眼睛很漂亮的美女，越看越觉得对方眼熟，随后才惊觉对方是马思纯。让袁坡忍不住激动表示：“本人真的好瘦好美。”只见照片中马思纯戴着口罩，打扮休闲，但仍难掩美貌。随着相关话题引发热议，马思纯稍后发文证实照片中的主角就是自己，并透露当时他正搭着地铁去观看五月天的演唱会。而五月天看到热搜后，请朋友代为转达消息，感谢他以绿色出行去看演唱会。马思纯也呼吁大家可以多多使用公共交通，并感谢网友把自己拍得很好看，让不少网友羡慕直呼自己也好想偶遇马思纯啊。